道之行也。先秦，李绩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举能，讲信修睦。古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。或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利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译文：在大道施行的时候，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，把品德高尚的人、能干的人选拔出来，讲求诚信，培养和睦。所以人们不单奉养自己的父母，不单抚育自己的子女，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，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，让年幼的孩子有可以健康成长的地方，让老而无妻的人、老而无夫的人、幼而无父的人、老而无子的人、残疾人都能得到社会的供养，男子有职务，女子有归宿。对于财货，人们憎恨把它扔在地上的行为，却不一定要自己私藏。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，而不一定为自己谋私利，因此奸邪之谋不会发生，盗窃、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发生，所以大门都不用关上了，这叫做理想社会。喜欢请点击关注，感谢您的支持。